百香果配了一个苦瓜。你没有歌台是不要乱唱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史乃丽，我是 Robert 李丽媛，乃丽好，好，欢迎收看园艺达人的节目，谢谢。喜欢园艺的朋友，请给我们按订阅，按小铃铛，你会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视频。是的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也请留言。对，谢谢你 ，Robert 会为你们解答。谢谢。现在到了秋高气爽的时候，是的，是的。现在天气舒服多了，舒服多了，舒服多了。哎呀，那好像最近哦，发现有很多这个很奇异的配合。是，不是一定近亲就可以配合。哦，你是意思就是我们两个吗？不是，我们两个人是配永远配不到一起的。是这样的，是。OK。哎呀，那我的梦就破了。拒绝往来户。哦，我的梦就破了。我听说。啊，听说啊。我们今天要到一个人家里去啊。是是。他的百香果啊，无意间啊，跟苦瓜长在一起。哎呦，真的厉害。结果呢，那个百香果的外面长得像苦瓜耶。是啊是啊，他已经授粉了。哎呦，授粉了以后呢，这个百香果。就长的是苦瓜的皮，那真妙。奇怪，你本来是应该很圆滑的，对对对，就是长得像苦瓜一样的，一颗一颗的，妙透了，还没有熟就是了。庙门上破了一个洞，哎，妙透了，哎，对对，妙透了。哎，那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就是属于神经不正常啊，不是，乱点鸳鸯谱，乱养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但是呢。他是这样子啊，这个大哥啊，我这个大哥比我还高，非常的英俊，夫人也非常的貌美，那么他有一天跑来找我，他说，哎 ，Robert， 我告诉你啊，我家的百香果啊，它配上了这个，不是你笑，它配上了苦瓜的粉以后，它接的百香果是苦瓜的皮呀，啊，你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拍那个纪录片，哎，那个是真实的，我上一次说。哎，这个百香果配了这个火龙果，哎呦不得了了，这是来了好多的这个回信啊，搞得我这满头包，所以我就赶快去补了一个节目，啊，就是证明这个百香果它是配到了火龙果，它长得啊又不一样了。那今天呢更妙，这个百香果不是水果耶，你起码那两个还是水果，对，这是一个瓜类，一个百香果，还可以配在一起。它是我不知道，反正。什么事情都有万一嘛，很难讲，啊，但是有事实证明，就是这个百香果，配到了苦瓜，它就变成长出一个苦瓜皮的百香果，哎，这个现在还没有熟，还不知道里面长什么样，对对对，还没切开，我们现在等都要等得熟了，切开验明正身，哎，对呀，我们就是抱着一个好奇啊，求实求证的研究的精神，对对对对，来。给介绍给大家，因为这个是蛮奇特的，哎，也蛮稀奇的。那怎么可能这种事情会发生呢？那苦瓜是苦瓜，百香果他们两个怎么长到一堆儿去了呢？他跟我说啊，他说他种了百香果，但是呢，他又种了一个苦瓜在他旁边。哎呦！但是他院子里没有别的果树在开花。那么呢？它其中有几个百香果，它就授粉了，授粉了以后慢慢长出果子来的时候，哎，奇怪，这个百香果的皮怎么跟苦瓜一样？你知道苦瓜是一颗粒一颗粒的，它长得像那样子，对不对？它不是说人工帮它授粉哦，对，它没有人工，自然自己就对，因为这个花的这个授粉呢，一般都是靠什么蜜蜂啊、苍蝇啊、蝴蝶呀，对不对？这些，我想大概是蜜蜂。传播花粉啊，因为蜜蜂身上有很多的绒毛，它沾了这个花粉以后，它每一个花去碰，它今天它到了这个，这个苦瓜上沾的花粉，雄花蕊又跑去这个百香果时候去，它就授粉了。所以蜜蜂对花卉水果的帮助授粉是非常功劳不可磨灭的。有的时候也会干糊出事，就像这个把苦瓜的粉给放到那个百香果上。这个是蜜蜂，它不是故意的，它不是啊，它不是故意的，这我们原谅它，原谅它。哦，那所以说，差不多什么时候可以成熟啊？你又想吃了是吧？不是啊，我很好奇呀，里面是长了苦瓜的那里面呢，还是百香果的里面？因为百香果要熟的话，起码要差不多将近两个月哦，但如果说你要让它非常熟变成咖啡色，那要时间更久一点。一般的话差不多两个月，它外面虽然说还不是变咖啡，但是里面的那个果肉啊，那个肉瓤啊，已经有甜味了，有香味了。
对对对对，所以我们真的拭目以待。是，就是我们大家都这个蜜蜂造成的错误，造成错误，哎，但是产生了一个让我们觉得很奇特期盼，要看看究竟，我们切开来看。吃里面呢是苦瓜呢还是百香果？对对对对，真的，我一看，哇，那个外面百香果很圆滑的皮，怎么像苦瓜一样的一粒一粒的啊？对对对，那照片照的这样，我一看，哎呦，这不是个小苦瓜吗？嗯，他说不是，哎，他说因为我的院子没有别的花在开，就这个苦瓜在开，嗯，然后刚好百香果也正在旁边爬上去，对，蜜蜂传播花粉大概就搞错了啊，但是它也授粉了哦，哎，对对对，我们期盼看看啊，是蛮快的，哎呀，真的是这个真的闻所未闻，是啊是啊，对呀对呀，蛮绝的，蛮期盼看到它里面的，蛮期盼哦，到底是那个苦瓜的基因比较高呢，比较强呢，还是百香果的基因比较强？希望是，嗯，苦瓜的皮。百香果的那个籽，百香果里面的肉，嗯，外面苦瓜的皮也可以吃，带一点甜苦，哎，里面的这个是百香果的肉瓤，变得更好吃。籽子好香，哎呀，香得不得了，对对对对。你看着他们这个实际的这个情况，还有什么很奇特？其实苦瓜的品种也有好多，嗯，有没有山苦瓜啦，啊，绿色的苦瓜啦，还有白玉苦瓜，哎呀，太棒了！白玉苦瓜是最近的特别的受欢迎，流行，特别受。受欢迎，尤其切了以后凉拌，哎呀，超好，超好吃的，啊，吃生的都觉得好脆。对，他家里种的是白玉苦瓜。哦，那么白玉苦瓜授粉到百香果，啊，所以说 size 有像百香果那么小。对对对，它没有长，应该是很大的。它没有，开玩笑，你百香果能长那么大还得了？对呀，啊，那你全世界的独卖了，独卖了，因为我这个好大哥呢，他。种的这个白玉苦瓜啊，它是今年才开始搞园艺哦，然后各方面呢也买到好的品种，嗯，它的白玉苦瓜每一个都长那么大，嗯，可是有些不长大，有些比较小，小对，它我在想，它这是混合，就是白玉苦瓜的花粉配到了百香果，百香果的花粉呢又配到了白玉苦瓜，所以那白玉苦瓜同期开花，有的已经长那么大，它那个还是小小的。受到百香果的影响，对对对对，这简直乱了套了，全部都乱了。哎呦，这是这个账算不清楚，算不清楚了，算不清楚，真的是，真的是要小心，要小心。所以我们大家拭目以待，不知道它这个百香果，这个白玉苦瓜百香果结出来的，不知道是好不好吃嘞？好，嗯，不管是科学家或者农业的专门的专家。他要发明一个新的品种的时候，他要经过好多的实验，嗯，这些实验要求一个什么？求一个他要比原来的要好，对对，要不然就是要特殊的味道，嗯啊，口感有什么样的不一样？这个才是他们花了潜心研究，花了时间心血所要求的目标。对 对， 对，那如果说结果不太好的话，就不再用这种方法。那一直研究不出来好东西。那就不要讲话，放弃，少说话为妙。知道什么木什么？以前的芒果也变了好多种，对呀，苹果、芒果啊，香蕉、芒果，香蕉、芒果，好吃，对对对，所以就一直继续发挥。释迦变成凤梨释迦，是吧？对呀，各种各样新品种都是这样，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琢磨，琢磨了以后，然后看最后的成绩。嗯，不，那毕竟是水果跟水果，我实在想不通这个瓜类跟水果怎么可能。哎，反正我们拭目以待，拭目以待。OK， 现在这个科技进步，嗯，而且事情又多，嗯，好像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啊，只是让你碰到了你就知道，哦，原来是有这么一回事。嗯嗯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到时候要长成熟了，我们要跟观众来分享。那当然，那当然，对对对，你先吃啊。你好吃，好，谢谢你们的收看，谢谢，谢谢给我们按赞，请给我们按赞，谢谢您。